我们再看一首诗：雨下十二，登岳阳楼。下十二是排行，听到没有？在家里的排行。你们这代人现在都没有排行，只有一个，听懂了没有？我小的时候，我们村庄里有一家生了九个孩子，他从老一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、老六，他那个为什么排到了十二呢？他古人呢，他往了一个家族中间接着排，听懂了没有？他那个排名排得很长。我们看看这首诗：楼冠岳阳尽，川迥洞庭开，雁影愁新去，山险好月来，云间连下塔，天上皆行悲，最后凉风起，吹人舞袖回。我们看看这首诗写的什么名堂，是什么时候？我再和大家讲。李白安史大难中间参加了永王林的部队，永王林兵败被杀，他当了永王林的参谋，随军参谋。永王林兵败被杀以后，他就坐到了荥阳的牢里面坐起来了，听懂了没有？后来就判刑了以后，把他长留夜郎，留到今天的贵州那个鬼地方去。那么到了三峡的时候，白帝城这个地方突然的唐守忠大赦天下，李白被赦回来了，他又坐船从白帝城又回到了我们湖北江陵，听懂了没有？朝食白帝彩云间，就是他老人家写的，听懂了没有？他老人家这个时候被解放了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听懂了没有？李白这个人呢，像个小孩子，很多情况下真的跟小孩子一样，小孩子有三个糖一吃他就唱起歌来了，听懂了没有？他这个时候一解放了，他就快乐得要死，你看找他的快乐啊，你一读就知道他快乐到个什么程度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那是我和大家讲吧，这也是典型的情景交融的句子。他把他的快感，他那种被重新被释放了被释放的那种快乐，习得划昏的那种东西，全部都写得特别好。这首诗，我这首诗给那个诗，这首诗比那首诗稍稍晚一点，大概晚不了多长时间，也是被社会以后感觉好得不得了的时候写的，感觉好得不得了的时候写的。反正他很快乐，包括刚才我说的朝辞白帝彩云间，李白也是流动轻快，感觉得好得不得了。我们看看这首诗，他们在岳阳楼和老夏在岳阳楼一起喝酒，甚至夜晚还在岳阳楼睡过，两个人感觉好得不得了。你看他怎么样写：楼冠岳阳尽，川迥洞庭开。那个川是指长江，听懂了没有？长江非常非常的辽阔，非常的辽阔，非常的辽远。洞庭想到非常的开阔，川迥洞庭关开，楼冠岳阳尽。大家注意，一开始就点题，古人叫切题，一开始就指明岳阳楼。楼冠岳阳尽，川迥洞庭开。底下看，他就写高，他老人家一高兴了，那就没办法。雁影愁新去，山水山险好月来。大家注意，雁影愁新去，他现在一点，全部是快乐，听懂没有？什么忧伤都没有，这首诗实在是写的太好了。山险好月来是写的什么东西啊？他把山都写活了，到处是山呐、啊、雁呐、啊，全部是活的。为什么说山险好月来？他是岳阳楼上看到月亮从山上慢慢怎么样了、啊？爬上来了，对。我们的王洛宾是说月亮爬上来，听懂了没有？他说是怎么样啊？山险好月来，他没有说喜气，处处洋溢着喜。山险好月来，你看，再次看看底下，云间连下塔，天上皆行悲。你看，那个鬼岳阳楼有多高呢？实在是没有多高一点，对吧？我们黄鹤楼也只有这么高，古人的岳阳楼可能还矮一些，听懂没有？你看他是怎么说？
云间连下塔，他们在岳阳楼上睡，听懂了没有？他在哪个地方下塔了？是在，哎，我的妈呀，他是在天上下塔，云间连下塔。他每一个形容高，他从来不重复。他在天上行杯，就是你传的我，我把杯酒杯传给你。他是在哪个地方喝酒啊？天上接行杯。哎呀，感觉之好，好的没办法。怎么说吧？我到黄鹤楼上去，我从来不头晕，对吧？你到那个最近的上海的那个一百多层楼我没去过，那个金茂大厦我是去过的。那个时候刚刚开眼价有80多层的楼，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复旦大学开会，它是有一种很快的电梯，心脏就红不过跳出来那种，非常的快的电梯，从一楼一下子啪一下子就搞到那个80多层楼上去了。我们到那个上面去赶，它而且更要命的是，它那个80多最顶上啊，它跟底下是用玻璃搞的，听懂没有？哎呀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每次这个脚都不敢走，你知道吧？我总是把那个玻璃踩破了，知道吗？恐怖的要死，你知道吗？50层楼是个餐厅，我们几个人说，今天一定要发泡，到这个餐厅去吃一下，对吗？我们就发了吃泡。一去了以后，他只有牛奶，因为价格是贵得要死。后来说算了，不发泡了。但是人已经来了，对吧？又不能不搞一点是吧？就一个人花了50块钱买了杯小牛奶。50块钱一杯，那是真叫发泡。那么高，我们就形容不到这么好。你看，它是云间连下塔，天上接行杯，最后凉风起，吹人舞袖回。那个回是不断的摇动，听懂没有？最后凉风起，喝309下斗以后，那个鬼风吹得一直摆。他说他高兴没有啊？哎呀，他老人家是飘飘欲仙，那风一直吹的，那感觉是好，那感觉是好。那么这首诗大家可以看得到，他没有言喜，但是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喜气。他不言仙，而自成仙气，写的特别的好。他那种超旷豁达之情，与飘飘欲仙之相。全从井中透出，所以清朝人李维真说是情中含井，盈盈可赏。这首诗不泄喜而喜气流溢，不言仙而自成仙气，超旷豁达之情与飘飘欲仙之相，强从井中透出，是一首特别好的情景交融的诗歌，特别好的情景交融的诗歌。我们讲了他的两个，一讲了他的诗情，讲了他的诗境。我们再谈一下李白的想象，李白诗歌的想象。李白他的之所以他的诗歌豪放飘逸，他的形成也与他那种奇特的想象有关。他常常用极度的夸张和想象来书写自己那种豪迈不羁的诗情。我们看看这首诗，就是《西岳云台歌》，宋·丹丘子。那个丹丘子大家见过，在《将进酒》之中间，记不记得？岑夫子、丹丘生，就是那个袁丹丘，是他的朋友。大概是天宝五载，在南方漫游的袁丹丘，要西游华山，听懂了没有？就是西岳，他写的这首诗送丹丘生、袁丹丘。我们看看这首诗他写的什么名堂。他说：西岳峥嵘何壮哉，黄河如丝天际来。黄河万里出山洞，盘鹅故转秦地雷。荣光休憩分五彩，千年一清圣人在。
巨林咆哮掰两山，洪波碰牛射东海。山逢却立鱼欲摧，摧崖丹谷高长开。打地金金运元气，石桌莲花云座台。云台国道连扰民，终有不死丹丘生。明星玉女被洒扫，麻姑烧被紫枣青。我方鱼仙，我方手把天地护，丹丘谈天与天宇，九重池生光辉，东丘蓬莱复西归，玉江淌汇故人饮，其二毛龙天上天辉。他也调侃了丹丘生，说你老兄啊，如果你把你活得深得的玉江给了我一杯，那就太好了，我跟你两个人一起乘到毛龙，一起到天上去算了，听懂了没有？我们看看这首诗，这首诗奇特的想象，极度的夸张，大气恢宏，想象独特。我们看看这首诗，那个云台是那个西岳是华山，那个云台就是华山上的云台峰。我们像一个字一个字的看，那个荣光就是五色的光彩，那个休憩就是我们说的锐气，就是喜气锐气。巨灵就是河神，那个两山是指华山和雷山，雷山又名首阳山。山峰指华山的，大家看看，我们字面上看看，是华山的落雁峰、青莲花峰、朝阳峰。我们再看看那个高长子仙人掌，也就是华山的东峰。好，我们再看看那个道家中间的百地，是道教神话中间的五天地之一。西方之神华山为西岳，所以说成是百地。我们再看看，因为道家以西方属金，所以百地，那这中间大家看到没有，有个百地金金运元气，所以百地又称为金金。好，我们再看看这首诗，他一起笔就写得好，西岳峥嵘何壮哉，他一起笔就写得特别有气势，峥嵘何壮哉。大家都知道华岳怎么样啊，自古怎么样啊，非常的险，非常的险，华山一条道，听懂没有，上下都是那条道。是，反正我没有去玩过，我几次到西安总是说去玩。我和大家讲吧，你们在以后到哪去玩，比如说你到了武汉，说武汉经常来黄鹤楼，以后在那玩，你可能以后就没有来了，听懂了没有？我想到了西安去了好几次了，每次就说以后再到华山来，你现在还没有去。我现在50多岁了，我在他60岁去的时候说华山这么高，算了吧，我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了，听懂了没有？人生就是一个机会。我和大家讲吧，在这点上，我现在一想到了华山，还有很多一个地方我感到很遗憾，本来是在那路过，没有下车，应该去玩。好，我们再看看西岳峥嵘何壮哉，黄河如斯天际来。大家都知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对吧？他这个时候为什么说如斯啊，他写华山太高，听懂没有，高的没办法。他这个时候一方面形容黄河了不起，华山更高，听懂没有，黄河如斯天际来。我和大家讲吧，他这个时候在不在华山上啊，他完全是夸张，完全是想象。黄河如斯天际来，黄河万里出山洞，盘鹅故转秦地雷。黄河那个水要奔腾咆哮，我看过几次黄河，都看的是没有气势的地方，听到没有？别人到郑州那个有地方去看黄河，一点都没有气势，底下都没有水了，听到没有？我感到很遗憾，那种很奔腾咆哮的黄河，我没有去看的。我哪天真的我要到三门峡那些地方去玩一玩，认认真真了解一下黄河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李白的诗写得太漂亮了，黄河万里出山洞，你看盘鹅好懂吧，不但有线鹅，听没有，鼓转秦地雷，那鼓转就像车轮一样，那个车轮不断的转动，
整个四川不是整个陕西就怎么样啊？雷声震荡，听没有？爬鹅鼓转，秦地雷，龙光休憩分五彩，千年一心圣人在。这是有的爬唐玄宗的马屁，听懂了没有？对吧？我们这个时代太好了，太了不起了。大家我们再看看，巨灵咆哮掰两山，洪波碰流射东海。他写的实在非常的恢宏，非常的大气。他的响巨灵就是活跃，就是活神，就是黄河之神。他说巨灵咆哮掰啊，就是把两个东西怎么样啊分开。巨灵咆哮掰两山，就是把华山和他对面的什么雷山，就是首要山，黄河在中间突然一下把这个把这个山怎么样啊分成了两半，分成了两半。洪波碰流射东海，山峰雀立如玉吹，翠崖丹谷高长开。刚才我讲的那个高长，高长就是仙人掌，就是东风，华山的东风。他说翠崖丹谷高长开，刚刚底下写白帝金睛，金睛也是指白帝运元气。他说华山之所以这么漂亮，池着莲花云作台。这个这两句应该连着讲，是由于白帝金睛运不断的运它的元气，就是大气，把它做出了什么，做出了什么四做成了莲花，云做成了什么台。它其实是非常的奇特，我们看它的想象。你看底下，云台国道连杳冥，杳冥是非常非常深的那种天，终有不死丹丘生。那是说哪个，他的朋友。底下你看看，明星玉女被洒扫，他想的太美好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有更要命的是呢，漂亮的姑娘还要给他怎么样？他说麻姑烧背紫枣青，哎呀，他想的太美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老人家，我告诉你吧，中国人太爱这个世界了。道佛教不是我们传统的宗教，听懂没有？传统的宗教就是道教，道教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怎么样啊？成仙不死，对吧？天上还有很多玉女，有很多金物，反正地下享受不到的，他就想象到天上就享受一辈子，不是一辈子，永远享受下去。听懂了没有？你看，明星玉女被洒扫，跟他扫地，跟他做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做临时工。听懂了没有？麻姑烧背紫枣青，啊，写的太好了。你看，他接着越想，他越想越美妙。我皇手把天地护，我皇手把那是九重天的玉皇，丹丘谈天与天宇，九重池生光辉。他说在天上来来去去的特别自由，那讲这荣耀都没办法。东求蓬莱赴西归，蓬莱是蓬莱山，听懂了没有？他现在玩的还不过瘾，听懂没有？说丹丘生在华山玩了，成了仙还不过瘾，还要跑到哪去啊？西到哪？归到哪个地方啊？想到蓬莱山去玩，东求蓬莱赴西归。底下就开始调侃他，他说：“欲将倘会故人影，倘就是什么意思啊？假如，他说你老兄啊，你活不了的欲将，假设要给的一点我，那就太好了。”你要给的我，我就给你一起怎么样啊？骑二毛龙上天飞。李白老人家，他也觉得他自己身上有仙气。他，你看他这里面想的是什么东西？你看这首诗中间的意象，你看，一方面是社会中的意象，一类是现实社会中的意象。你看，西岳、黄河、秦地、云台峰、华山等等等等。一类是超现实的意象，你像巨灵河神、仙长、白帝、西王猛、明星玉女、麻姑、毛龙、蓬莱山等等等等的。他通过现实中的意象与超现实意象的排列与组合，通过浓烈的氛围的渲
渲染和宏伟背景的衬托，抒发自己渴望超出庸俗的封建文化秩序之外，去追求个人自由的强烈愿望。这首诗瑰丽神奇的意象与宏伟奇幻的境界，把人带入了一个仙雾缭绕的仙境。我们讲他的想象和他那种豪放飘逸的诗歌风格息息相关。那么他想象是哪来的呢？一个人的想象，你看李白的想象如此的，他如此的奇特，如此的丰富，他的意象层出不穷。原因在哪里？主要与他相信道教有关。因为他相信道教，成天的白日见鬼，成天的白日见鬼，而且想象极端的丰富。李白、杜甫也有想象，但是杜甫的想象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我和大家讲，他的想象，他的意象总是现实的，他所谓的联想就是在现实之间的联想，他很少有现实和超现实之间的联想。比方说他看到了路上有冻死了的人，听到没有，他就马上想到这贫富分化的太严重，听到没有，他马上就想到了什么，我们就像有些像我们今天一样，贫富分化的太严重了，他看到了路有冻死骨，马上就想到了什么，朱门酒肉臭。他这个联想是在现实，他的意象的组合啊，是在现实和现实中间进行的。李白这个来简直不得了，你看读这首诗，我和大家讲吧，你要真正使自己想象变得更加的丰富。如果我要在，如我有时我的孩子跟我说，他说爸爸，我没有快乐的童年。我的小孩子今年24岁，87年的年底。满年还没有满24岁，23岁多，对吧？87年年底，他有时跟我说，上大学之前跟我说，他爸爸我没有快乐的童年，说的我很难过，你知道吧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快乐的童年，他说我没有快乐的童年，很难过。我告诉他，我说当爸爸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，听懂了没有？我说在有你之前，我还没有当过爸爸，听懂了没有？对吧？有了你以后，我再也当爸爸不成了，听懂了没有？我说如果再要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，我肯定让他有快乐的童年。你现在没有了，我是没有办法了，我也不能帮你重搞的快乐，对吧？还有，如果我再要有一个小孩，我肯定叫他读李白这样的诗。原因就是他很容易培养他浪漫的想象。现在中国的孩子和美国现在跟20多个国家的孩子进行了那个这个数学、物理、化学想象很多东西的动手能力进行比较，我们的数理化总是排名第一，这不存在问题，实干嘛，对吧？天天在家的实做题嘛，对吧？人家做不到，我们都做得到。想象能力我们也是第一，但是是倒数第一，听到没有？把人都搞死了。我今天我还跟一个老师说，我说我们的孩子，包括你们这代人，想象完全萎缩，原因就是什么？生存的压力太大了。你说你们想什么呢？女孩子想找个朋友，然后找个工作，听懂了没有？一点浪漫都没有，听懂了没有？找个工作，而且嫁人还要嫁个有房子的，听懂了没有？没有房子就不嫁，好寂寞，你听懂了没有？李白看这个东西，那是在一种非常轻松状态的情况下，第一。第二，他的知识背景很有关，他想信道教，所以他很多道教的意象，我们再重读这首诗，你看他现实的和非现实的完全融为一体。华山在他眼中间完全不是一个山，是个什么？是个神山，听懂了没有？你看看，西岳峥嵘合葬哉，黄河如斯天际来，黄河万里出山洞，盘鹅故转秦地雷，荣光休憩分五彩，千年一清圣人在，巨灵咆哮掰两山，洪波碰流射东海，山峰确立如玉吹，翠崖丹谷高展开，百地晶晶运元气，石桌莲花云座台，云台国道连杳冥，终有不死丹丘生，明星玉女被洒扫，麻姑招被烧被紫爪青，我方手把天地护，安丘谈天与天宇，九重池生光辉，东求蓬莱复鸡西归，欲将倘会故人影，
尘耳毛绒上天灰。而且他底下上天灰他想的特别好，骑着个什么鬼东西啊，骑着个鬼毛绒两个人到天上去飞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连电影就爬不出他这个水平来，听到了没有？他实在是写得太好了，他的想象极端的丰富奇特，想象极端的丰富奇特。里面还有一首熟的诗我就不谈了，梦游天明天蒙阴牛鼻，这首诗也是白日见鬼，他很多诗都是白日见鬼，听懂了没有？那个鬼天蒙山其实是很矮的一个山，听懂了没有？在他老人家笔下，你要是你命那比什么啊，比珠穆朗玛峰还高。你看你看他写的，他说海客谈瀛洲，烟波为茫信难求，月与人与天母，云移明灭祸可斗，天母连天向天横，四八五月掩驰骋。他老人家把刚才的设施要记得这首诗，那真是惨了。四八五月也包括华山，听懂没有？他刚才说华山大得要死的嘛，就是那个天母小得要命。你看天台四万八千丈，对此欲倒东南倾，他说太偏激了。他现在为了说天母很高，把天台贬得一塌糊涂。我欲应之梦无月，一夜挥斗尽胡月，胡月照我影，送我至善期，细工手处金上站，绿水荡漾清源堤，矫照细工迹，深等青云梯，半笔见海日，空中闻天机。千言万转漏不尽，迷花一世护以明。底下就开始来了，他那个，我告诉你，他那个人境和仙境的转换呢、啊，非常的自然。注意到了没有？你看，马上就来了，熊袍龙吟，鹰眼前，厉声凝兮惊尘颠，云清惊兮雨雨，水淡淡兮深烟，猎雀啼鸣，秋芒崩栖。洞天石扉轰然中开，清明浩荡不见底，日月照耀金银台，一为云兮，一为一兮，风为马，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。这是姚人林，刚才他在说天母，现在所有的都来了。你看底下，虎鼓瑟兮南回吹，仙之人兮烈如麻，这合适我。你看胡魂迹已破洞，恍惊起而长嗟，为居来之枕兮，持向来之烟霞。他马上又回到了人间，就做了一场噩梦。你看世间行落亦如此，古来万事东流水，别君去兮何时还，且放拔楼青崖间，西行即起恍明山。我再说一下，包括这两句写得特别好，人们没有想到。你看别他下面说世间行落亦如此，古来万事东流水，当然我离开了你们这几位老兄以后啊，别人去兮何时还，底下句写得特别好，且放拔楼青崖间。他老人家之浪漫之奇特，你看更要命的是那个拔楼好像是他养的呀，西行即起访名山，人家骑得个马，骑得个驴子访，他要骑得个什么，他要访的就骑得个拔楼访，那真是充满仙境，听懂了没有？底下就来了，你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眼。总之他的想象之奇特，我告诉你，有了李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，听懂了没有？是中华民族在最年轻最美好的时候写的诗歌，一到了李白以后，再就没有人像他这么奇特的想象了。原因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越来越老了，听懂了没有？想象越来越萎缩，只他老人家的想象太好了，好的没有办法。